其他训练可能以前也会打过，都经常碰上。是的，啊，这就是比赛跟排位不一样，排位你不可能拿个空军出来的。我是已经几百年没看到空军这个角色了，啊，那比赛就不一样。我知道你要打这个角色，我知道你的目标，我搬梦之女巫，我选个空军，你玩不玩安？这个图已经算是慢，已经算是安最舒服的一张图了。对。因为相比来说的话，你还有另外一张小图军工厂，两张图祭司可能都没有那么厉害。好的，那么现在即将进入到比赛画面，本场对局求生者方 XROCK 战队对阵监管者方 CPG 战队，由解说梁哈皮、解说苏苏和嘉宾头鱼为您带来 COA 4的实时赛况解说。出生在地毯，五点，哎，里面是谁？北离是谁？北离的前锋，令人愉悦的刷点，但是不是令人愉悦的人。但是安德角色可以追前锋，可以追前锋，抓，但是这个阵容是不是有点快呀？抓前锋，而且前锋还有鸟，他能抓的人很多，但是前锋能抓，不过是不是最优先的？哎呦，这个跳，躲掉他这个猫，小失误，有点小失误。这个失误有点大，正常是一个拐角跳。带的这个传送，那应该是要逼球了。他带是的，风窗加挽留。比较稳，我有抓人，然后我开门站又有一刀斩。是的，踩板快。现在安都带踩板，他带的是个传送啊，他等一下传过去啊会有问题，你知道吧？那先知如果不接，等一下，哎，这里前锋给机会，哎，没事，他后踩个也还行。那我要抓前锋了呀，追前锋可以，看先知这个鸟怎么交。这个鸟还有半个球呢，直接拉到中场。哎，不行啊，这边套鸟进洞。他这个球进洞的话，有传送啊。然后再传送，那这样子个传送带，哎，有鸟，给了只鸟保他一个稳，他是套鸟进的洞，倒的状态，但是他现在不交船，想要走过去预判一下，预判到了，因为前锋走开，压个脚印，那个是有个大概位置的，那也差不多嘛，就是一只猫一刀嘛，但是我觉得嗅觉很灵敏，哎呦，一刀带走了，但是我觉得第一刀吃的有点太亏了，我说实话，第一刀吃的太亏了。哎呦，这波博弈太伤了，这个位置他是预判到他会往这边拉嘛？对，然后这边祭子能不能亮？又能亮还好，压的快好了，亮掉还行，不干扰到这一台。可以摊一手，可以摊一手，打一刀吧，打一刀。哎，没咬到，可惜了，往前面拉猫再跳一下，一样能拿到的。这就是这个角色，这个版本灵动一点，它非常灵动。它不像红夫人机枪歪了就歪了。那这边是选择强起这台机嘛，那身位有点近，我这边对不着人，肯定要锤你一下。是的，看这边。正常讲，这台机该不该强亮了？如果吃一刀的这个代价，玉总你知道？看选手场上自己的分析吧，对局势的判断，看选手自己是怎么想的。刚才我之后再来补也可以，但有因为你空军是过来救的呀，之后是可以补的呀。这刀给的可能会之后会续节奏，会被续节奏。说实话，他如果之后没有被续节奏，那这刀就无伤大雅。对，但是如果续节奏的话，他就是一个突破点。补一波枪，这样的话，那空军的作用就比较小了，主要还是空军，主要还是前锋前期没有牵制好吧。是的，带鸟前锋不应该死那么快。是的，完了，这边要倒一下晕一下带走，哎，两连跳，上挂飞，前挂上挂飞，手里还有钱，还有传送。现在很难受，跟上局差不多，跟上局差不多，跟之前那局差不多，两个半状态都是可以抓的。他现在传一个，他现在传一个预判一下我，你空军跟先知摸的位置，然后排的话，那就比较难受了。看他这边有没有意识啊，因为先知已经停机了。大家都不修，传送另外一边是不好，哎，能猜到位置，这个大概位置是没看到脚印，大概位置能猜到，他没看到脚印，前面有。
前面有脚印啊，没看到。那也没有了，他只能猜一个大概的方位你在哪，对，但是准确度肯定是不够的。对，你要么就是在小木屋，要么就在花园这边。对，他这边是赌错了嘛，那这样的话节奏是断掉了，这样的话对 Charles 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，他这个局的节奏没有那么的紧凑。不过抬头一看密码机缺三台啊、就大概缺两台半左右，因为有四台机是零散过点过的。那再往前面走是墓地的一个祭司，祭司安这个角色，他其实也挺烦祭司的，因为你放猫，我打个洞你是咬不到的，直接转点。祭司要六，要做英雄，一个六十秒。他如果一个六十秒，他如果死的比较快的话，会有个问题啊，就是救人问题，因为剩下两个人没道具，不是很硬啊。嗯，是的，因为空军不是很硬，就砍晕砍，典型的一个安的套路。你说你野人佣兵前锋救人厉害可以，这先知空军没枪的空军那不行。对，他也没有时间去摸箱子，他在补机，在补一号机。是的，这也是安这个角色一个厉害的。他要往中场带，想往大房靠。这边这个猫没有咬掉了，没有咬到，但是拉一个猫也没咬到。哎，咬到了，那这边还能跳，能跳两下呀，两个跳，没有窗台那没了呀，跳再跳一下，跳一下死了呀，明柱死了，跳窗，割双刀，割双刀可以。哎，打到他没，刚好没了。哎呦，他猫没了，然后刚好往前面走了，猫刚好没了，而且他觉得那个他觉得那个猫有晕住，然后就打，是的是的，猫刚好没了，是的，再留一只猫，可惜了，还有一个洞，再留一只猫。有洞了，打了个小，但是这个洞没用啊。对，哎，差不多了，这个算及格了，这个及格了，牵制的可以了，就看下波救人，下波救人不好救。哎，但是中场这个鸡被压住了呀。逼他救呗。哎，不对，他挂这一边也行，他想拉开距离。哦，他不让你这么近。他要传，他会不会传过去？他会不会传过去直接逼呢？可是空军没有道具，他救人也很难。放猫逼救，放猫打一刀，然后我再传送。没有，猫没有咬到。咬到呀！哎，咬到了，咬到了，咬到了。到了，跳过去。打一刀，那你救不下来了，救不下来，救不下来，救不下来。送呀！我加个传送。对，我直接一个传送到脸上。他知道有传送。然后我就回头了。那我直接锤你空军了呀！远处的这个先知修完机才能过来。对，但是这个血线也是能救的，能救的。修完了，但是他肯定要把空军锤死的。对，这样子你没有压制的地方，不可能让你在这里这么舒服的压制的。是的，就控住中间这一台。打飞，然后我再回去抓这个祭司，这样子祭司就挂飞了。上挂飞，这边机会已经出来了。他只要在这个空军起来之前把祭司打倒，他就能赢。但是是的，哎，祭司空先知为什么不帮他扛？有猫扛不到，有猫能。他想修机给压力。对，他想修机给压力。如果你想要扛的话，一个猫一晕你是扛不到的。扛不到。那你看这波作用就有效果了，我往中场赶，逼着你打一刀，哎呦，然后怪空军去了。空军那边要自起。看一下他能不能起得来，能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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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是想挂空军，然后没有人能救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是的，不过先知的目的达到了，他这波不扛，他目的达到了，拉扯了，被人类拉扯了。是的，那边两个人状态，空军卡在中场，卡机。看接下来不能找到，然后找到的话，祭司也是满血的。找到了，看到了。找到了，但是感觉不行啊！不好，他要杀这个先知，可能杀先知。现在也是一个平的感觉，因为看不见人有三个人，密码就是压好了。哎，呦，没打到，猫失误了。猫失误吃一刀有机会啊！压好了呀，对，压好了。压好了呀，手里没有跳，平局了呀。而且已经压门了。一个平局感觉，虽然说传送 CD 好了，但是门那边是压住的，他只要倒在一个比较难挂的位置就够了。啊，除非你不挂，不能迅速，哎，晕倒还行，能晕。那门已经开好了，这边已经开了，门已经开好了，那就是一个平局，长平之战呀，平安啊，安。是的，他这把有赢的机会，就是那一波那个前锋飞了之后，能找到那两个在摸的人。对，他没找到嘛，那两个人都受伤的嘛，对，那两个人只要找到，全都是死的。是，对，无论你摸好谁。